你好，不用站，不用站。哎，你好，小姐，怎么称呼？姓王。姓王啊，啊，这我怎么今天叫你叫小王吧？你可以叫这个。易小姐哦，好，我叫李坚，然后微信叫范三金，所以你叫我三金就也 OK。啊，平常朋友都这么叫我，我先点个单。你是做 IT 呢？投资，投资，那你应该不知道我做什么的你可以自我介绍。吧？啊，好了，先猜猜来。一份蔬果沙应该说个啥？主食你能吃吗？晚上？我吃的不多。点点甜品吧。一个芒果芝士蛋糕吧。那个芒果芝士蛋糕。OK 吧。饮料你这边有什么？苏打水咯。苏打水也行。你要不要来点酒啊？我不喝我酒。不，我因为我开了车。我也开了车，那不就喝酒。苏打水。那就苏打水吧。哦，对，我是公务员，在深圳规划自然资源局。规划局。对，哎，你了解吗？知道。为啥？因为我们也做一些政府项目啊。那你哪里人？你觉得我像哪里人？我觉得你像北方。你继续猜。是不是啊？先说是不是？当然不是，我猜过，但把18个省猜了，你都告诉我不是。怕的偏离比较大。那就不是北方的。贵州、金华。浙江吧？哎呀，对呀。金华我就知道火腿。但是说实话，你们金华火腿我吃不太惯，本地人都不吃。本地人都不吃，好吧。从小说火锅就是重庆，说火腿就是金华啊，反正就感觉说粽子就是五芳斋啊。但我感觉好像五芳斋的粽子还有金华的火腿，我都好像吃不是太惯，不过比较挑食。西班牙的来自，是不是？来碰个杯吧，感觉虽然，行。好吧，不过你也不喝酒。我是江西人，那算半个老乡，算吗？确实离金华对挺啊，很近的。近啊。每次我们开车回去的话，就会经过江西。所以你属什么的？兔子，兔子。你是想问年龄吗？没有，不用告诉我。但我就没想到，看起来是有这么年轻的兔子啊，应该是99的。会说话。那你本身学什么专业？工商管理。工商管理。所以 MBA 和工商管理什么关系？MBA 应该属于再往上一级。就是我们这个就是大学的这个主营课程而已，很多企业家就是会去修一个那你大学在哪儿上的？大连。大连理工吧，大连理工吧，我猜一下，看看能不能猜得到，因为我正好前几年去过大连，大连外事专修学院。还是孤陋寡闻啊。你多大？我，你感觉我身上多大？不是80尾，就是90头。哦，心花怒放，可以。我算一下啊，你八七，你读大学那会儿，我应该已经。毕业了，
毕业。那你差不多八三。你八三啊？对啊。哦，属猪的。嗯。我不知道你研不研究周易哈、啊？你信这个？不完全信，但也信一些。说来。因为亥卯未三合啊，就是猪兔羊是三合局嘛，所以呢除了我这只兔以外，我就只关注其他三个生肖。嗯，我现在的合伙人就是八三年嘛，这个、合伙人、不是讲错了，他是九五年的猪。哦，乳猪。然后呢，然后合作起来就特别顺嘛。嗯哼，反正据说是比如说哈，你们做成一件事情需要十个条件，然后呢有了三合局呢，可能你只达到九个条件，然后就把这事儿做成了。嗯，别人跟你说的还是你自己会去？别人说的吧。那你平常会看一些比如说关于这种佛教的或者道教的书吗？我不单单是佛教，就是把我所有的经我都看。哦，因为我觉得每一件事情就包括这种周易，它不能说是迷信哈，但是呢、就是你对每一件事情你都要进得去出得来，你不能每天说出门我今天算一卦啊，如果卦象不好我就不出门了，对吧？就是你可以先知天命，我觉得这是好事，但是重在还是尽人事。你要问我信奉什么，我就信奉一条，就是自然规律。我觉得一切都是可以通过人为的努力去改变的，但是自然规律是你没有办法改变的。你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女生，就是这么理智去看待，没有，是因为经历多了，宗教与科学的这种关系的，并且把它们当然，玄学的尽头就是科学嘛。啊，科学就是科学的尽头就是玄学嘛。对，我以前老开玩笑说我觉得我自己超完美。完美在哪？就是因为我的这个生肖是兔嘛，但兔子呢就是比较内向，但兔子很善良，对吧？但它不擅长社交。但是我的星座，我刚好是十二月份生的嘛，我是射手座，所以呢兔子加射手就是很完美了。头一次把话先说的这么理直气壮啊。我是一个特别不按常理出牌的人，就是我从上大学我要选什么样的专业，我是一开始就是有很明确的目标，我想干什么，我喜欢干什么，然后我才去选的这个专业这个学校。所以你在高考填志愿的时候你已经去了解过这个专业是？其实高考的志愿并不是我喜欢的那所学校，但是录取通知书已经收到了，但是我都已经我当时还是改了学校。改学校？我当时是被温州大学给录取的，但是他那个专业好像叫个什么电子信息吧，当然放在今天我觉得可能也比较牛哈，但那个时候呢我觉得一个女孩子去学这种电子信息就不太符合我的性格。就天天敲键盘有点大材小用了我觉得。然后后来我就在想，那我如果不去做学校我想干什么，我喜欢干什么。然后当时我想来想去吧，我当时就是喜欢追星，那我就去找一份跟明星能够接触的工作呗，对吧？然后我就想了什么样的专业或者你什么样的工作类型能够让你接触到。其实那个年代我们会觉得空姐还是比较高大上的啊。而且如果在国际航线的话是比较容易见明星的。然后后来我就定了一下，我说那我就去考空姐吧。当时是1000多人面试吧，反正后面录取了11个，然后我就被选上了。但是面上了呢学校就不干了，因为你得完成学业啊，你又不能去上班，对吧？然后我又跟家人商量，你在这边读3年，你最终你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去机场上班吗？然后我现在可以省去2年，我直接就可以跳到最后一步，我为什么要回过头来再读2年？
因为过程一点都不重要，结果就是我进去了。哦，进去。然后我还如愿的去到了国际部，然后我第一天上班就见到成龙大哥，完全就是让我今天别开生面的，自己完全没想到还至少青春期求学阶段可以这么搞。那又是什么原因然后让你就又离开了这个？我大概就工作到2008奥运有一年多了吧，然后我突然发现我没有激情了，就是我已经不会再对明星来我们贵宾厅我会很兴奋啊什么的，然后就开始反思啊，那你为什么对你喜欢做的事情你没有了激情，那说明这个不是你真正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就死掉了。我就说嘛，就是我是一个很果断的人，嗯，我想要做的事情我明确了这个目标我就会拼尽全力的去做去达到它。嗯，所以你喜欢你让你觉得会你会喜欢什么样的男生？我觉得最起码在精神上面思想上面是能够一致的。所以说困住你感情的或者阻碍你感情的肯定不是说找不到跟你交流一致的人，对。嗯，对。那是那你觉得首先就是我觉得吧，我是个外貌协会的啊。嗯，就是要帅成什么样子？不是说帅成什么样，因为我觉得男生比女生简单多了，好不好？就是你不要求你长得有多精致，但是只要你整体打扮比较阳光啊。喜欢什么样类型的？就是阳光帅气的，还是那种？那肯定是要比较，还是那种看上去比较开朗嘛，对吧？如果文质彬彬、儒雅的，开朗。啊，我想说，我想，其实开朗的、儒雅的，我都喜欢。可以切换吗？嗯。所以你之前谈的，至少在长相上也应该都达标的。啊，每个都超帅，对吧？嗯。啊，这样又能跟你聊得来，又能跟你。聊得来是可能第一次，就是你看对眼了，因为他帅，并不代表你俩聊得来。没怎么聊啊。但是你后面如果发现聊不来，那就再见，撒由那拉了。那之前的都是后面的聊不动了，然后分的吗？嗯，不是，是因为他如果我刚刚有讲哈，每一个前任都会让我更加了解我自己，对吧？那当你越来越了解你自己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个男人是不是你想要的。嗯，如果不是，那就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嘛，对吧？他还可以找下一任嘛。嗯，对啊。嗯。你觉得至少现阶段你觉得应该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我原先是这两年我没有打算找。嗯，然后我想找什么样的呢，我心里是有一个很明确的标准的啊，就是你如果需要一个你能够拿得出手带得出去的人，你得跟他相匹配，否则你就会带不回来。嗯，对吧？嗯，所以呢我明确了我的目标，我要找什么样的人。然后所以首先我得先成为那样的人。你现在在努力成为这样的人。对，就是你所谓你现在要达到那个 level 的，那这个 level 的男人是什么样的？我一直都觉得人生当为人杰，对吧？你得优秀，然后呢你要做人，然后是做好人，对吧？那做人里面你的最基本的职责是什么？做人的基本职责，对，我觉得是赚钱，因为这个是我们现在社会的一个规则，你钱是赖以生存的基础，对吧？那有这个规则，你是不是应该先把你最基础的这件事儿做好？那第二步是做好人。什么叫做好人？你得找到你自己的定位，你的人生价值在哪里？不是做好人的好人，是你把人做好。嗯哼。要求不过分，但其实这样的人确实挺凤毛麟角的。虽然你没有说出他
我也不会去问到底能赚多少或者什么样地位是这样的人，但我就知道这样的人一定是凤毛麟角的。恋爱对我来说简单最好。人其实活得挺累的，人这一世挺累的啊，而且就是你越活到后面越会感慨身不由己。所以说恋爱它其实是一种放松，更单纯啊，更去远离这种所谓的利益的计较一些这种事上面。你觉得人为什么要结婚呢？结婚是一种契约。我与你非亲非故，但是我愿意与你结下人生的契约，以后我这辈子我与你相濡以沫，相互扶持，走完这一生。其实这是以前结婚的初衷。但现在好像这种神圣感或者说信用它已经好像现在越来越弱了。你是一个会觉得自己会孤独会有孤独的？不会。就从来你不觉得孤独的？就比如说一杯水哈，你可以用感情填满它，你也可以用这个友情填满它，你也可以用亲情填满它。我觉得有很多种情感，你不是只有爱情。但至少就是说你很多时候是一个人在家，对不对？可能一个人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影。我一个人就不会去看电影。好吧，就反正不谈恋爱绝对不会让你造成孤独感觉。是的。你的感情经历是怎么样的？我的感情经历我的感情经历屈指可数。我是一个其实很难跟人走到，就是你不是自来熟，过于亲密的那种，我不知道算不算的，就有一种叫回避型依恋人格，回避型人格。当他发现和一个人关系开始变得超越普通亲密关系的那种关系后，他会变得十分的抗拒，他会很不适应在这种关系里面。然后根本原因还是因为不喜欢。不是，有人帮我分析过，甚至他是听我声音就分析出来。他说我这个人本身其实带着是充满了对人性的不信任。就是我可能觉得人性是恶的，或者是说除我以外其他人是不能深度信任的。所以说当你要去和他建立一种信任关系的时候，这时候你会变得踌躇不前，你会怀疑，也会处理不好你两个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但是我看到的这个背后不是你不信任别人，你是不自信，你是不信任自己。就是你如果足够自信啊，像我就属于这种类型哈，所以我从来不会去胆怯什么，对吧？包括就是像你刚才说的，你可能觉得你没有办法跟别人建立很有信任的这种基础，就是可能是你觉得你自己，当然你可能表面上看来你会觉得是没有办法跟，因为这个信任是相互的，对吧？但总要有一方先迈出来，你自己是迈不出这一步。可能有一类是这样的，但我不是这样的。我是发现一个我觉得让大多数人当我和他近距离相处我会觉得不自在。所以你有社交恐惧症？有社交恐惧症就今天就不会坐在这里了。心理洁癖吧，或有人也这么说，但是我因为我不是心理专家，我没办法去定义自己的。那你之前是怎么谈的恋爱？之前第一个，我觉得一个是年轻的时候更多的带有激情和冲动在里面，不会想那么多，就初生牛犊不怕虎吧。就觉得对恋爱憧憬或者是说上头，然后就在一起了。后来在一起发现，原来
并不是这样的，然后又通过理性分析，然后觉得两个人未来应该不会再有不合适，就是说不会像共同，不会有一个共同的归宿的，然后我就及时就分手吧，也不耽误别人吧，这一点吧。所以你应该恋爱不超过三段吧，如果是正儿八经的可以这么说。所以能单到现在吧，凭这也是凭本事单身嘛。那你会着急吗？嗯，因为按照你这个年纪，你身边应该有很多已婚的了。与其是着急，会带有一点的悲观吧，我是这么觉得的。所以你单身多久了？八年。八年？不，应该是19年了吧。啊，那我觉得你是不想谈。有些人劝嘛，那你反正你很多人的恋爱，他是觉得你反正恋爱先谈着，反正大不了分手嘛。但是我觉得分手是一件很让我难受的一件事情。就我难受不是因为说失去的难受，我觉得我做了坏人。所以听出来了，虽然呢你有点悲观，其实也算是。也不叫着急吧，对吧？但是呢，你也不想，就是将就，对，还是愿意找一个心仪的。如果我能有那种觉悟啊，或者我能够妥协，我能够那么包容，我也不至于到今天吧。你要释放自己的天性，就应该做海王呀。像我天性是靠。怎么好人卡说了很多呢？海王怎么就不是好人了？这海王里面有好人呢？可拉倒吧！首先第一条就是不能做好人，好吧？这个坏男人女人才喜欢。哦，是这样的吗？对啊。那你们，你会喜欢老实人吗？我觉得不同的年龄段吧。反正年少的时候肯定不喜欢老实。可能将来60-70岁的时候，我觉得我会喜欢老师。等到60-70岁啊，对，我接盘啊。你今天为什么会来？因为今天晚上有时间。好吧。你为什么会来深圳？意外，就当时也是公司人事调动，我没有专门选深圳，但来了以后发现深圳太好了。深圳对你来说太好了。你是我遇到了不多的盛赞深圳的女生啊。你觉得深圳不好吗？深圳在中国已经算是很好的地方了。而且在北上广深生活过，我觉得是很难再回到内地去适应内地的生活的节奏和那些方式的。我是没有想过我要在深圳养老常待，但我觉得在深圳打拼挺爽的。你现在主要在公司里面做哪一块？我们就是负责找好的项目然后投资咯。你们是金主爸爸啊？某种意义上算。你们没有说固定哪个领域吧？我们会有大方向，但是哪个领域？泛文化和人工智能。对。那平常闲暇时候，你有闲暇时候吗？先问一下。有啊。那你闲暇时候会做些什么？有打羽毛球，有跑步。如果说是去游乐场的话，其实我是欢乐谷，每年我都办年卡的。我特别疯狂，我可以连坐10遍过山车。现在还能坐吗？当然可以了。手游你应该不玩了。玩，我们要会所有的东西。对，我觉得并不是说完全不能玩游戏，包括我女儿，就我小孩，她现在她也玩游戏。你女儿啊？你有女儿？对啊。没想到。
你可以女老师跟着你是吗？对啊。几岁了？六岁。六岁。嗯，虚岁六岁。好吧。我觉得你并不是人生错过了什么，而是你人生已经完成了很多人生没很多人没有完成的东西。可能跟你理解上不太一样。我有女儿，但是我还是单身啊。至少我的户口本上是单身哈。所以啊，我都说了，我是一个特别不按常理出牌的人。就是生孩子这个问题，很多人是跟婚姻挂在一起的。你一定是先结婚再生孩子，对不对？我是觉得我吧还算是比较优秀的，所以我觉得我希望就是有把这个优秀的基因给遗传下去，对吧？当然作为女人，我觉得她的生理曲线是有一定的规律的。我不可能如果我50岁之前我都没有找到合适的，然后我就要等到我不能生了我再去生，这是不可能的嘛，对吧？所以我觉得人就是在适当的时候做适当的事情，所以在适当的年纪我就选择先把孩子生了。挺厉害的，这我挺佩服的，而且做那么多事儿，并且我觉得一个单亲妈妈带着孩子其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其实我从来没有觉得我是个单亲妈妈。哎，你叫什么来着？王璐。我觉得王璐，我觉得你是一个，你可以叫我王德璐。我觉得你是我一个少见的觉得特别有思想的一个，就是秀外慧中的一个。我不知道，就还说女孩，你还能不能接受啊？就是我觉得是一个这样的女孩是很少见的，啊，并且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女生，啊。我觉得呢，你是我见过的男生里面就是挺多见的，对，因为你说我挺少见嘛，就是。我觉得你可以啊，当然我给你点建议哈。不管我们以后见不见面或者是不是朋友，我先说吧，暂时我现在先不用见第二次。我觉得你可以多尝试。信任这个东西呢，因为你现在可能之前经历过几段失败的，对吧？但你仔细想想哈，你们其实也有一些信任的事情在里面的嘛，对吧？也有过甜蜜。所以呢，多一些尝试，然后相信这个东西啊，就是你一定是先相信再看见的啊。所以呢，多给别人一些信任。这点我挺欣赏，我由衷的欣赏，这就绝对是心里话啊。只不过也许是不自信啊，或者是说你说的也好，我觉得暂时就是说先不用再节外生枝，是不是？我说我来深圳待5年，然后我要赚到过亿的钱。我的天哪。你没有什么问题想问我吗？我怕你拒绝。没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因为我是愿意去，就是通过恋爱去更了解自己。这还有这个功效啊？往往在你认为你过了冲动的这个年纪，你应该冲动一把。哎，别抖。不是他中了，所以你是离异？对。儿子女儿？儿子。可以，如果咱俩不成还可以让娃盯个啥的。